今天这期视频，如果你还没有达到王者段位的话，那就一定要好好看，看完你可能就可以轻轻松松上一个王者了。这一把是和朋友一起打的王者局排位赛，进到游戏之后，我们看一下我们中路对线的是谁，能不能拿得到线权。这一把对线的是廉颇还有干将啊，虽然说他们清线能力也很强，但是我们清线能力也很强，直接上来抢线之后去抓对抗路就行了，下路直接抓蓝开啊，这么快的线蓝开直接抓，直接抓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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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了闪线了，可以打秒了，无敌好吧。这里阿珂来了，我们是可以让鬼谷使用技能之后然后平 A 减速这个阿珂的，平 A 减速一下他，对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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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心点，哎，无敌。这下路带的一波节奏直接给我们打成了5-0，对面中野辅全炸，而且下路的河蟹还是我们的，这一局直接起飞。还记得开局的阿珂是蓝开嘛，所以这一波他绝对是要在上路的，我让队友先在旁边蹲一下，然后我自己出来抢线，抢完线之后我们再去上路包。这一波大家可以看我接下来的指挥啊，走去上路包他们，直接去上路包他们，直接 去上路，他来了，没清化了没清化了没清化了，到了，哎呦，我应该直接过去，走吧走吧，打他没用了，你可以直接去蓝区，直接去他蓝区，对面的蓝是刷了，所以让韩信一个人去，我们继续在上面看一下有没有机会把对面的马可给秒掉。但是这一波韩信在中路被兵线给看到了，然后对面直接回防蓝区，如果没被兵线看到的话，那这一波他是不会掉的。哎呦完蛋，你小心点，后面有阿珂的，有阿珂，你不行直接走，哎呦跑不掉，走走走走，他一个大姐把蓝收了，韩信掉了，对面很有可能会来反我们蓝区啊，等等叫队友看一下，对面的走向是在往左边走，那我们去右边占视野，看一下看一下蓝区，看一下蓝区，看一下蓝区，哇，该死的，赶紧进，看我后期不高是吧，没事，你能拉不，妈的弹走了，秒了，可以可以，注意看啊，对面的蓝区要刷了，然后中路的兵线也到了，在反蓝之前我们一定得先把中路兵线给抢到之后，然后再决定要不要去反蓝。干将这边没有吹到，那就直接抢线了，但是这一波慢了一步啊，蓝的话我们没有拿到。接下来你们看啊，我是怎么样看好时机去把下路的廉颇给越了的，盯着小地图看，干将是肯定要回中守线的，然后阿珂这一步的走向也是在往中路走，那下路这一波就是一个时间差的机会，直接给廉颇越掉，吹到了，可以走，走走走走走走走，他磕到了，赶紧走，打他，可以可以可以 ，A 他 A 他，你平 A 是有减速的，可以走走，不然他要赚大了，直接走，不然他要赚大了。鬼谷是直接往回走了，很强，我们把兵线补掉之后直接走就行了。这一段可能有点长啊，但是大家认真看。阿离是在上路被阿珂给蹲了，但是我们支援上去是已经晚的了，就只能看着阿离能不能把阿珂给反杀掉，还好啊，成功反杀了。那么接下来上路的兵线就让阿离一个人去带，我们去中路或者去下路接团，但是下路对面又打不起来，那我们就直接来中路抢线，抢掉兵线之后上路的兵线也会推进他们的二塔，那我们直接叫队友去红区蹲对面，不打不打没人接，直接等去接韩信就行了，来红区，因为上线压过去对面会从红区走的，韩信过来，韩信看后面这个，秒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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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漏，对，干将干将可以搞吗，不不没技能，看如果韩信能接就行，阿珂来了阿珂来，没有机会了，我们就直接出去清兵，一个人去就行了，让鬼谷继续在那个草里蹲着，因为上路这波兵线压进去，那对面还是会来守上路二塔的，注意看我接下来给了一个假视野，去这里蹲着，去这蹲着，去这蹲着，上线压过去对面还要守，对，在那蹲，我从前面那个草，就上优势，我给了假视野的，
他喵的忍你好久了。接他。你干嘛？我走了，我走了。荣耀刷了，可以直接开龙，他队友可以推他们的中二。靠，当我没说。上线他们会去管的，没事，可以直接去开主宰。我复活出来可以过去。我去开这蓝区，蓝刷蓝刷。这里暂停，给大家看一下小地图上干将的位置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直接过来。但是我的目标追着后面这个小憨憨呢，但我没了呀，我操！好像我还有哎，好像，哎呀，哎呀，吐了，没事，赚的赚的赚的，我把对面状态全压下来。韩信的话也是把最后的张飞给抬走了，这一波二换三也算是赚的。看一下药这一波，药这个位置蹲的很好，你可以直接跳过去接他，要打吗？牛啊牛啊！一波，但是并没有直接一波掉对面啊！注意看，韩信先是把龙给开了，然后中路这一波是有兵线的，我们还是一样把兵线抢掉之后，然后再去野区接上我们的韩信。哦，他在干嘛？牛逼，可以的。马可的位移技能都交了，所以直接闪现上去开他就行。没事，那马可我可以秒的。牛逼，一波就是。妈的，马可淹起来了。但是野之灵看到你在呢，然后你就在踩视野，他那一技能被红挡住了。上路的兵线要压进对面的上路高地了，如果拿蓝的话时间不够了，我们直接上去接。张飞有干扰啊，所以得先骗他。有干扰的不要轻易越塔呀，骗干扰然后再越。上路这一波还进不去，他没干扰，直接压中就行了。上路那一波进不去。压中就行了，我秒了，我秒了，我秒了，牛逼！往后拉一下干将活了，往后拉一下干将活了，别被压状态。我来了，我来了！他妈刚到中路呢，我操！这还不能一波啊，等中线啊，别给压状态呀、啊！那白白给人打状态，你看，是不是啊？马可，马可大残。好吧，我操，那个伤害看到了不？哎呦，那扇子他直接大残，搞错了。阿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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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珂刷起来都残了。他回家去吧，阿珂，能一波的呀。杀他！红胜离演员，杀他。红胜离差点演的，我操！他妈打得太轻松了嘞。